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露丝。在野外看到可爱的小动物，千万不要随意投喂。野生动物和宠物不一样，一旦习惯了人类的食物，就可能丧失在野外觅食生存的能力。而且人类食物里有许多不适合野生动物的物质，可能会让它们生病。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起保护动物，尊重它们的生存习惯，守护生物多样性和地球的未来。即刻行动，没你不行，让我们一起过上可持续的美好生活。现在开始拯救地球。